据媒体报道，张震确定出演《沙丘》，经纪公司泽东发布宣传图，宣布他参演该片。据悉，上个月《沙丘》开拍时，华纳透露张震正在商谈，有望出演由甜茶提莫西·查拉梅饰演的男主角保罗的老师岳博士。该片改编自同名科幻小说巨著，演员还有奥斯卡·伊萨克、海王杰森·莫玛、夏洛特·兰普林等。2020年11月20号北美上映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